Kiss the feeling。西元1999年1月27号，有些事总该先训练好，预先准备好，当机会来到时，就可以抓住机会，修出最多的功德。啊，有备无患。假如，连世俗的工作，各位，现在是疫情期间，虽然有些生意不能做，但是也可以预先准备其他的能力等等等等，当时机来呀，机会来就可以做出更多的发挥更多的潜能啊。修功德也是一样，当我们有准备好、训练好各种各样的能力啊，当机会来了，就可以修更多的功德。回想以前的我，曾经独自一人照顾大师父，其他师兄师姐都去了其他地方修功德。大师父顶着大太阳走动巡查工作时，我就拿着太阳伞给大师父遮阳光。大师父要我学习开车，又练习到技术熟练。开始时，现在寺院范围内练习着，能驾空后才开到寺院外。龙碧记得自己，大学毕业后工作，一两年，在工作期间呢，就有去考泰国的机车的驾照，还有一般车子的驾照，还有大卡车的驾照啊。不过当决定要进法身寺当优婆塞了，要准备出家了，就认为应该用不上了，就把驾照通通丢掉啊！我现在进入佛门学佛，我就可以专心修行，什么都不用理了。哪里知道，当进入法身寺当优婆塞后，常常开车，很好玩。之前大师父也曾问侍者东哥哥说，可乐开车的技术怎么样？东哥哥回答大师父说，可乐开车的技术还可以，但这一部车他没有开过。过后我就必须再学习驾另一部车子，由生疏开始到熟练起来。做每一件事都要事先有准备比较好，当机会来了，才有实力去做好，不会出差错。假设各位是老板，老板、老板娘，各位希望自己的助理、助手有怎样的资格啊？ TikTok TikTok TikTok， 大家想想看啊，有吗？几个条件啊？谁都可以吗？应该不是谁都可以，对吗？值得思考啊，各位。法圣师父有讲过，师父希望来当师父的助理的人有四个条件，四种资格。第一个资格是广文博士，在这里的广文博士是对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工作
有广文博士，比如说，当我们接到这份工作，我们就要去查跟这件事相关的所有资料。假如，大师傅问，问这件事，然后关联到其他事情，就要能回答。所以广文博士不是什么都懂，而是懂自己工作领域相关的，或者目前自己在负责的工作相关的知识。广文博士这个很重要，对吗？这是好助手、好助理的第一个资格。第二个资格是无畏辛劳，不怕苦怕难，不怕苦怕劳，不怕辛苦，这个也蛮重要的，没有挑剔，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多么辛苦也不怕，因为自己昨晚我们已经谈到了对吗？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要怕辛苦，尤其是出家修波罗蜜的这条路，那当然是不是舒适的路线呢？各位，出家修行又是忍饥耐苦勤修波罗蜜啊，所以要忍饥耐苦，就无畏辛劳。第三个资格就是机智灵敏。机智灵敏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懂得回答问题，懂得回答，就像弥兰陀问经啊，各位可以去查弥兰陀问经，当弥兰陀王问，然后那个神比丘就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很清楚，表示说回答问题的人必须有相当足够的知识资料，才能机智灵敏，对吗？所以第一个条件要先来广文博士才能机智灵敏。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懂大师父的个性，这件事师父喜欢，那件事师父不喜欢，然后就善于观察，很会观察。大师父很喜欢，例如说举例，大师父喜欢种树，不喜欢砍树，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可能一般人就想到说，因为种树啊，是给寺院阴凉，对吗？给寺院阴凉，修行环境等等，这个也对。除此之外啊，树啊，有大师父。树有树居天人，各位居在树上的天人，大师父就喜欢当有波罗蜜有福德的天人呢，想要来修功德，就想要靠近修行人，就要找地方给天人住，所以树是适合给树居天人住的地方，所以树居天的天人呢，就住在树上就可以帮忙做很多工作，帮忙做事，也是修行人的一种助理，一种助理。古人才说嘛。世上没有做坏事隐秘的地方，
能做坏事，然后是属于隐秘的地方，没有人看不见，但是天人看见，各位。所以大师父，有天人帮忙看，全寺院呐、啊、发生什么事，除了自己有法眼，也有天眼，天人们帮忙看，然后就来报告。所以大师父就喜欢，种树，不喜欢砍树，为了帮助树居天人有地方住。所以住在法身寺的人都懂，大师父喜欢树就不要乱砍。举例，所以灵智灵敏呢、要有足够的知识在背后。再来第四个条件，第四个资格，心地纯正啊，各位大德，要帮助大师父靠近祖师长老奶奶法圣师父，有同样的第四个条件非常重要，是心地纯正。奶奶有许愿啊，来世啊，谁要靠近奶奶，要心地纯正。如果心地不纯正，不能靠近奶奶的。奶奶有许愿，愿功德保护奶奶，否则的话会来，找问题呀、啊，找问题给师父、给奶奶等等，所以这个很重要。各位可以学大师父的智慧啊、哦，筛选助理的一个方法，这四个条件是这种资格。这四种资格啊，各位龙屁补充解释一下，我们昨晚有谈到圆满人生如十层古塔，对吗？38吉祥有十组，在第一组到第六组就是确保社会安宁，然后第七第八组是道德基础先有尊敬心才有谦虚心，才有知足心，才有感恩心，才有事实听法，适合事实听法，才有忍耐心才能做个听话的人，最后才能靠近大师父就是得见三门。假如我们比喻每一位大师是沙门，法圣师父就如同这个程度得见沙门这条法则要靠近大师父必须有第一到第七个道德基础，七个道德基础最少当我们有准备好这个道德基础，我们遇上大师父后，师父就给我们进修以除尽烦恼打波焚烧烦恼，梵行是出家，然后深修直到证悟佛法，就有次第的可以训练我们直到证悟佛法，去深修研修法身法门等等。所以啊，各位大德这里是培养善人或者善人的道士 的方法先有道德的基础，然后遇上导师，导师就可以训练我们，教导我们怎样修行才能证悟佛法，成为善人的导师才能圆满人生所以重点就在于我们得见三门之前要先准备好七个道德基础，这七项道德基础就可以熏陶出广闻博士的资格，无畏辛劳的资格，机智灵敏的资格，跟心地纯正。
这四个资格都来自道德的基础啊，各位，这就是大师傅好助理的资格。哇，sorry, Coke。